你该不会还在犹豫要不要更新 iOS15 系统吧？别犹豫了，听我的，赶快更吧。它现在新增了一个这个关机定位服务，就是说之前你手机丢的话，人家只要把卡拔了或者手机关机，这个手机就定位就找不到了。但是现在 iOS15 系统，就算你把卡拔了，就算手机关机，还是可以定位的，这个就很棒啊。老铁们，我说的你可要记好了啊，在手机设置里面打开隐私，点击定位服务，然后点击共享我的位置，插到我的 iPhone， 打开啊，更新好15系统之后打开这个开关，就算关机，就算拔卡，还是可以定位的。那刚才咱们说的是理论知识，下面咱来实践一下，把这个手机的手机卡拔了，把手机关机，然后转一圈，我去转一圈看看这个定位还准不准了。好，现在的话咱们拿我的手机来试一下啊。首先咱们先把卡拔了，直接把卡托放在这里就行了，没网络了，把 WiFi 关掉，没网络了啊，咱然后直接关机，看见没有，十五系统之后有一个这个关机后仍可以找到，看到吧，这个就很不错啊，直接关机。好，我拿这个手机啊，直接放在口袋里，放在口袋里，咱们去转一圈。好，咱们现在就转一圈，骑着我的小电驴。出发。记得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，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。好，回来了老铁啊，刚才在外面转了有20分钟左右啊，咱们看一下他的手机定位现在在哪里啊，查找，这个在更新的0公里，他这个定位还是比较准的啊，他虽然不是网络那种定位，但是还是挺准的啊，所以老铁们赶快更新吧啊，好处还是比较多的，尤其对于那些爱丢手机的来说，这更是一个好处啊。